大家还记得之前好事多强势回归的贝里斯草莓奶酒吗？这次全家直接不饮了，把这款造成疯抢的人气草莓奶酒首次做成苦冰沙。此外更有草莓奶酒抹茶，大家快一起冲全家咯。贝里斯草莓奶酒酷冰沙，全家首次将贝里斯草莓奶酒融入酷冰沙中。做成冰沙后，草莓的酸甜果香搭上奶酒的微醺，这滋味太美好了，而且这款商品酒精含量小于 0.5%， 为一般食品，所以不用担心会吃到晕过去。不过大家还是要斟酌食用啦。 XD 2/12到14全家 F 商品预售优惠两杯100元，每人限购两杯。贝里斯草莓奶酒抹茶这款可就真的算是酒精饮料了，小朋友们乖乖等18岁吧。 XD 的贝里斯草莓奶酒加入浓郁抹茶，红配绿缤纷，外形超吸睛，茶香加果香加酒香，营造出完美大人味。12/2到25特价79元。没想到全家的饮料和酷冰沙系列这次竟然把魔爪伸向贝里斯奶酒 XE， 这不买来尝鲜一波说不过去呀。 Tilda